Hello， 大家好，午安啊，午安，喂 ，Hello， 喂，今日我哋发生咩事？今日咧，实在太多人想抽卡啦，点解？因为西游神200% off， 耶！但系呢件并唔系一件开心嘅事。What the hell？ 点解？大家可以睇下我嘅背包。咁我啱啱进行咗28抽啦，咁我谂住抽几抽就算，唉。但系发觉抽卡呢家嘢根本就系一个赌博，一个毒瘾，一抽根本就停唔到。唉，我就同大家讲下啦，我究竟即系呢28抽抽咗啲乜嘢啦。咁呢一篇系劝世文嚟嘅，咁就大家睇咗究竟呢个真人示范啦，即系点样人品差系可以点样啦，咁样即系大家再决定抽唔抽。咁睇到好多讨论区啊，交友区嘅写，我一抽三太子 ，what the hell？ 我就系想三太子，我就俾嗰一句一抽三太子引诱咗。我觉得呢个根本就系一个谎话。我讲下啦，咩卡系新卡啦？咁呢张白虎五星咧，我系冇嘅，只有张新卡啦。呢张三星巨象咧，啊唔系呢四星，后边有只三星巨象，我冇嘅，又系新卡嚟啦。咁我好开心啊，两张新卡，黐线。左边真系新卡咧，睇下先。啊，美猴王新卡嚟嘅，咁都算西游神啦，28抽一张西游神啦，真系多谢你啊，真系 TMD。啊，呢、這个啊柴犬啦，笑容手绘犬都系新卡嚟嘅。仲有一张啊，呢张啊不仁的鬼斗士都系新卡啦。咁我28张里边，我有五张新卡啦，咁就二界龙就一套噶啦，中国兽有一套，海兽又特别啲，海兽有三只。唉，即系正。咁其实我讲翻美猴王先，咁美猴王其实我已经有大胜啦，跟住我要送一只美猴王，咁即系为咗淘金啦吓。咁其实我真系好想要三太子，咁所以咧我就尝试抽多少少，系啦。咁我本身真系冇谂住拍片，谂住唉算得几抽唔拍啦咁样。点知而家抽到咁悲剧嘅时候咧，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唔好啊，各位！唔好抽啊，死人噶！好啦，咁我而家我谂住抽多七张，咁我去到35抽，我真系极限啦，35抽。OK， 我哋抽七张，我哋嚟咯。第29抽，白金，白金到底系乜嘢？白金，三太子啊，莲藕仔。我唔要油奖啊！我唔要油奖啊！油奖我油啦，用嚟升级啦吓！喂，顶用户众多呢、這个时候用户众多 ，OK， 我哋 pause 一 pause 先，等用户众多完后，我哋再继续。好啦，我哋翻翻嚟啦，咁咧用户众多真系好众多，大家真系冲妖狐系咪？唉，其实大家冲紧妖狐，我就唔想抽到妖狐，我想要三太子啊！拜托 ，give me 三太子 ！Oh what the hell 咁近？啊！仲有五张嘅机会，五张，顶有白虎，黐孖筋啊！黐线，而家30抽内已经系啦，有啲旧卡已经显示为唔系新，系啦，30抽 ，OK， 再嚟我哋，唔好放弃，最后五抽，啊顶又嚟用户众多，有冇冲得咁劲啊？大家冲 server 啊！好啦，我哋又等一阵。好啦，我又继续啦。What the hell？ 真系卡住咁抽，真系好唔爽。系咪每次抽都俾我啲时间考虑，究竟我继续抽落去啊？唉，顶你个废金卡！唉，有你啊，木乃，我唔要木乃啊！点爆个 mon 我就嚟，都爆个 mon。好啦，咁而家仲有四抽 ，last but not least， 最后四抽，顶你又系咁，又咪咁多人啊？唉。Hello， 我哋又翻嚟啦，真系好麻烦啊，卡住，我已经唔记得抽几张，而家抽咗两张，唔系，仲有三张系咪？仲有四张定仲有三张咧 ？Anyway， 我哋快啲抽埋佢，我得难卡啊，难卡猪脚，一堆猪脚，唉，我搞到唔记得抽几多啦，先呢下就停咗好鬼耐，呢度开始五十、十五、二十、廿五、三十、三十二。即系仲有三张，最后三张，好啦，应承自己最后三张咧，唔抽太多啦，最后三张 ，OK， 拜托你，三太子快来找我，速速现，
三太子速速现，快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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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啲啊！快啲啊！唔系有卡住啊，大佬，好影响心情啊！咁卡住卡住咁去。好啦，卡住卡住嘅时候买下广告先啦。咁啱啱出咗个新嘅 vlog 啦，就系阿屎 vlog 四川咁样嘅新嘅系列嚟嘅。咁就记录下啲喺四川生活嘅一啲状况，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睇下，几有趣嘅。你觉得四川有啲咩？四川系咪值得熊猫？其实唔系，四川除咗熊猫，仲有嘅就系熊猫。四川都好多特别嘅嘢嘅，咁我都作为一个住客啦，唔系一个旅客啦，咁就点样去带大家睇下四川呢个地方，几有趣，大家可以 click 嚟睇下。顶你嘅肺卖完咁啦，广告仲未可以睇，我哋 pause 下先。等我哋再出翻，好啦，又嚟有得抽啦。咁阿拉屎三张呢个就系尾三，诶，白金。嗱，尾三代表住有个三字，边个呢个系三太子？三太子速速现，好冇唔使抽啦。三太子，嚟啊嚟啊嚟嚟嚟嚟啊嚟嚟，我听二阶龙，好多二阶龙今日，黐线，好多二阶龙啊！啊，又系咁，我一阵翻嚟。好，继续抽卡，最后两张。其实我已经抱住一个心死嘅状态。诶，心死状态，白金唔会有二阶龙啩？我谂唔可以佢将，唔可以二阶龙，唔可以放龙。唔该。诶，加水母啊！你俾个水母我托咩，大佬？星期啊，黐线！继续拉一张，嚟啊！系三太子啦，飞到呢张。是你啊，唉，豬雀，我抽五隻豬雀有冇？唉，頂兩份唔抽，冇啦冇啦，完啦，抽完啦。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唉，七啦，七五三五，三十五抽。咁我 review 下嘅戰況啦。啊，一堆豬雀，哦，三隻豬雀，系咁多，我结果都抽唔到三太子啦。今次咧，我谂我最后一次去试抽三太子啦。咁点解咁想抽三太子呢？就系、想练技嗰时候练得快啲啦。咁因为三太子嗰度乒乒乒乒乒咁样练技好快，喺咁打焰嘅时候乱咁转咁样，求其一个 combo 就可以杀死啲敌人，咁又好爽嘅。咁啊冇计啦，抽到三太子咁就死佢心。咁啊抽堆垃圾翻嚟，唔知做乜。好啦，今日呢段劝世片就到呢度啦，大家谂清楚先好抽，再见，拜拜。